在应采儿的教导下，山鸡哥变身时髦精，穿搭帅气，满脸宠溺。说起娱乐圈让人羡慕的夫妻，就不得不说陈小春和应采儿这一对了。大大咧咧的女孩遇到冷酷脾气坏的男生，想不到是这样的化学效应。最近陈小春和应采儿撇下儿子过二人世界，意外被他们的造型圈粉了，都是帅气时尚的穿搭，感觉自己吃了一波狗粮。陈小春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应该是一个很冷酷很随性的人，但是在应采儿的教导下，陈小春的穿搭也变得时尚起来。这是两人在家里随性的穿搭，但是看着却很有看点，两人休闲随性的造型都能璀璨甜蜜的气息，这简直既是单身狗的暴击。陈小春一家三口穿亲子装亮相，这么温馨的画面，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羡慕陈小春羡慕应采儿了。